到咗轉季嘅時候啦，大家係咪已經睇緊新嘅唇膏呢？今年秋天就興一種煙燻嘅玫瑰色啊，所以我今日就揾咗四支唇膏去幫大家試色，睇下邊支先至係又平又靚。質地就非常之滋潤，搽咗上嘴之後咧，好容易推開。但顏色咧就冇望落去咁深色，上咗嘴之後咧，反而會比較淡色咗啲。而 Kate 呢支咧，望落去就好接近煙燻玫瑰色啦，但上嘴之後咧，又冇想像中咁偏啡色喎，反而咧就會偏紅咗少少。雖然佢嘅平頭設計比較難搽，但佢嘅性價比咧就最高。而呢支咧望落去就好似好乾咁啦，但原来又唔系，颜色上嘴之后咧会偏紫红色，化开淡妆嘅女士们咧就未必日日用得着啦。而 Mina 嘅呢支254色咧就系四支入面最符合到我心目中嘅烟熏玫瑰色啦，但佢嘅质地咧就比较乾身啊，所以咧搽之前记得要搽咗润唇膏先啦。